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小强哥哥。最近打练习赛老遇到演员，说他菜吧，人家是传奇；不菜吧，就跟孟满腹一样，直接往人家大本营冲。当对面的荣耀战神是假的吗？好家伙，一个人就冲对面营地，你他丫是没见过人啊，非要冲上去送，烦死了！完了，对面看到我们少人，准备全部一起压过来。我去，又掉分，一枪都不开就知道满，你是看我上了不少分，特意过来演我的吧？哎呦，咋又匹配到这家伙？造孽！哦，我真是服了，人多压上来也不爆点，打不过你往后撤一点会死啊！凉了还要骂人，真以为整个地球都要围着你转？继续匹配，我就不信他一直都在我这边。不是吧，怎么又是这个叉烧包？系统就不能把他匹到我对面吗？每次都在我这边，待会儿我都要掉级了。你看，又是一个人脱节冲锋，每把都想着一打四，你真当自己是超人啊？ No God please no no。太难了，我只想上个分，为什么把这满腹安排过来？Nice， 那憨批到我对面去了，我要把失去的分从他身上抢回来。前面这个家伙上前火力支援，还想搞偷袭，就这被我偷袭却连一个人都没打倒，干掉这家伙瞬间舒服不少。不说了，把这个叉烧包写进小本本，以后看见一次打一次。好了，这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不见不散，拜拜。